好，我们以主法定人数现在开始开会哈。先请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第九届第一会期第八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4月26日星期二下午12:17至24分，地点红楼201会议室，出席委员林委员纪尼等15人，主席江委员启程报告事项。一、宣读本会第九届第一会期第七次会议议事录，决定事项一、审定本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11次会议议事日程，议程报告事项均照议程草案编列通过，各党团提议增列部分共计16案全部照列，议程草案讨论事项院会通过者予以删除。时代力量党团徐委员永明提议增列时代力量党团，建请院会做成一项决议案。议程讨论事项编列及顺序，一、民进党党团由委员美女提议通过，讨论事项编列共计16案。二、请愿案件，一、函送本院相关委员会审查者8案。二、一、请愿法第4条规定者7案，系属应提起诉讼事项未便受理，函复请愿人。三、一、职权行使法65条第二项规定者29案，函转权责机关处理尽付，并付之请愿人。宣读完毕。啊，请问各位委员有无异议？没有异议。啊，会议记录确定。啊，接下来我们请宣读议程草案报告事项，还有质询事项。那如果有要登记发言的，请到主席台前登记啊。我们请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12次会议议事程草案，时间中华民国105年5月6日星期五，十日星期二上午9时至下午6时，地点本院议场。报告事项一：宣读本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11次会议议事录。二至三，委员许淑华等拟具《劳动基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四至七，委员张廖万坚等拟具《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技术及职业教育法》、《私立学校法》、《社区大学促进及发展条例草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八、委员陈雪生等拟具《离岛建设条例》交经济委员会审查。九至一一，委员吴思瑶等拟具《文化资产保存法》二案，均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住宅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一二至一四，委员林俊宪等拟具《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公路法》交交通委员会审查；《全民健康保险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一五至一六，委员邱志伟等拟具《公寓大厦管理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劳动基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一七，委员刘兆豪等拟具《有线广播电视法》交交通委员会审查。一八至一九，委员杨耀等拟具《规费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海洋污染防治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二零，委员李彦秀等拟具《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二一至二二，委员苏正清等拟具《公平交易法》《公司法》均交经济委员会审查。二三至二四，委员江永昌等拟具《公司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非讼事件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二五，委员陈颖等拟具《在台公司大陆地区股东股权行使条例》交经济委员会审查。二六，委员苏志芬等拟具《电业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二七，委员姚文智等拟具《公寓大厦管理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二八至三零，委员蔡适应等拟具《陆海空军勋赏条例》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刑事诉讼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人工生殖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三一，委员黄伟哲等拟具《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三二至三五，委员陈其迈等拟具《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政治现金法》《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人民团体法》均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三六，委员吕玉玲等拟具《劳动基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三七至四零，委员王玉明等拟具《就业保险法》《性别工作平等法》均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幼儿教育及照顾法交教育及文化、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四一至四二，委员郑天才等拟具《土地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促进转型正义回复原住民族传统领域土地条例草案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四三至四四，委员林德福等拟具《空气污染防治法》《癌症防治法》均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四五至四七，委员李俊毅等拟具《原住民身份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劳动基准法》《工会法》均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四八至四九，行政院含清审议关税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
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自愿士兵服役条例、军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50-145侨务委员会、国防部、公平交易委员会、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卫生福利部、交通部、内政部、国立故宫博物院、司法院、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文化部、国家发展委员会、经济部、行政院农业委员会、行政院环境保护署、考试院全序部、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教育部、客家委员会、行政院考试院等，函送书面资料交相关委员会。146-150科技部、国立故宫博物院、文化部、行政院农业委员会等函送预算决议事项交相关委员会处理。151行政院函请本院推举组成财团法人原住民主文化事业基金会第三届董事监察人审查委员会请查照案，交朝野党团协商会议处理。152-174经济教育及文化等委员会函为行政命令与审查期限提报院会请查照案。175-177内政委员会函未请愿案不成为议案案。178-190行政院函送委员提案延处情形请查照案。民进党党团提议增列1-2委员黄国书等拟具放射性废弃物管理法草案，交经济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3委员黄秀芳等拟废止劳动契约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国民党党团提议增列4-6委员张立善等拟具就业服务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生技新药产业发展条例交经济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性别工作平等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7-8委员吴志扬等拟具因害防治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社会秩序维护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9-12委员严宽恒等拟具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助产人员法、护理人员法、药师法均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13委员江启臣等拟具国民体育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14委员林德福等拟具所得税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15委员郑明宗等拟具中华民国刑法。16国民党党团拟具立法院议事规则，均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17-20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财政等委员会函未预决算案提报院会请查照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增列21-22时代力量党团拟具最低工资法草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历史正义与权利回复法草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咨询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乙本院委员咨询部分，宣读完毕。好，谢谢。我们现在请登记的委员发言啊。首先，请郑明宗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委员，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次会议报告事项第42案，委员郑天才等21人拟具促进转型正义、恢复原住民族传统领域土地条例修正草案案。建请改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设有当建请公决。第二位登记的委员陈曼丽委员发言。主席还有各位委员，就是有关于今天的新增报告事项第一案，委员黄国书等拟具之放射性废弃物管理法，建请交由本来是写到经济和那个教育文化委员会，那我是建议再加入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联席审查。以上。好，我们现在开始处理哈，先处理郑明宗委员所提的将草案第42条，郑委员天才等21人拟具促进转型正义、恢复原住民传统领域土地条例草案案，改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有异议？好，没有异议。他可以联席的。
好，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接续处理陈曼丽委员提议草案增列部分第一条的、第一案啊、黄国书委员等拟具《放射性废弃物管理法》草案，改交经济、教育及文化、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等三委员会审查，请问有无异议？没有异议，通过。好，我们议程草案报告事项跟质询事项修正通过，接下来请宣读议程草案的讨论事项。讨论事项第一至二案造原决定通过予以删除，第三至五案院会通过予以删除。六，时代力量党团建请决议，请劳动部将医师纳入劳动基准法之适用范围，请公决案。第七至八案院会通过予以删除。九，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审查总报告案第10至17案院会通过予以删除。18，委员徐永明等拟废止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法请审议案，议事处征列。19，财政委员会函送经济委员会关于105年度营业基金预算审查报告，请并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审查总报告讨论案。20，规费法第十二条条文修正草案。21，货物税条例第十二条之五条文修正草案。22，水利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23，天然气事业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24，亲民党党团建请决议，要求劳动部应提前于107年底将医师纳入劳基法，请公决案。宣读完毕。好，谢谢，我们有登记发言啊。首先请第一位登记的委员陈怡杰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同仁哦，因为今天针对那个准卫福部林卓远部长，他其实已经有表示，就是在四年内让受雇的住院医生可以纳入劳基法。那所以亲民党特别希望，因为他是认为2020年嘛，那就是109年。那亲民党这边是希望能够再把时间再往前，再把它提前到107年。所以针对第九届第一会期第十二次会议的议程的草案，建议将增列讨论事项第24案改列为讨论事项第一案。好，请第二位登记的委员吴玉琴委员发言。主席，本院民进党党团针对第一会期第十二次的会议讨论事项，建请这个列案顺序如下表，请议事人员代为宣读，谢谢。好，请议事人员宣读。第一案，并案讨论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及终极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审查总报告案。第二案，经济委员会报告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水利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第三案，经济委员会报告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天然气事业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第四案，财政委员会报告审查委员卢秀燕等拟具规费法第十二条条文修正草案。第五案，财政委员会报告审查委员卢秀燕等拟具货物税条例第十二条之五条文修正草案。第六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建请决议，请劳动部将医师纳入劳动基准法之适用范围，请公决案。第七案，本院亲民党党团建请决议，要求劳动部提前于民国107年底前将医师适用劳动基准法，请公决案。第八案，内政委员会报告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人口贩运防治法第二条、第四条及第二十条条文修正草案案。第九案，本院内政委员会报告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社会秩序维护法第十八条之一及第91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宣读完毕。好，谢谢。我们这讨论事项宣读完毕，我们先处理陈怡杰委员的提议，将讨论事项第24案改列为第一案，请问各位委员有无异议？好，没有异议，通过。啊，哇，那你要最该万死，最该万死啊！就坐一
你要接续吗？好，好，我们接续处理哈。吴玉琴委员提议的部分啊，好，那这个已经通过，我们做以下决定了。本次会议讨论事项啊，一陈怡杰、吴玉琴委员提议修正通过。是第七案吗？还是第二十四案？好，我们整理一下。还是调换顺序啊？我们现在做以下决定啊、我们讨论事项啊，一吴玉琴委员的提案啊，第七、第六案改列为第一、第二案，其余议案顺序依照吴玉琴委员的提议依序排列，这样有没有问题？好，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的话，我们就提议修正通过。好，接下来请宣读人民请愿案。人民请愿一函送本院相关委会审查者共七案，二一请愿法第四条之规定系属应提起诉讼者共三案，三一职权行使法第六十五条第二项规定函转权责机关处理敬附者共三十案，宣读完毕。好，我们这个各位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接下来有没有临时动议？好，没有的话，我们散会，谢谢。